2017美国大学生，精彩现在继续。那么现在呢，第一组的第一位晋级选手的名单已经在我的手中了，大家想知道是谁吗？他是来自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的郑凯汉，恭喜。你当我是否爸爸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只木头只石头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上第二组进行 PK 的三位选手，他们分别是来自于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的香山小白，他将演唱自己的原创曲目《灯塔》，以及来自于 Santa Monica College 的翁堡垒，他将表演《房间》，还有就是 UCLA 的杨家辉，他将演唱《月牙湾》。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，有请。就像一座灯塔，眺望蔚蓝海白色的沙，微风柔和青草的芳香，吹动树梢粉红色的花。你就像一座灯塔，照亮十二月末的盛夏，加勒比海的阳光啊，是你肩头的金色宝箱。生活此刻美妙如画，因为我在为你歌唱呀，你就是我的灯塔，我要常为你弹奏吉他。爱情好像甜蜜西瓜，用心灌溉才有幸福的花，因为你是我的灯塔，有你陪伴我不再害怕，因为你是我的灯塔，有你陪伴我不再害怕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。很开心可以进入这个比赛，因为都是可以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们一起比赛，是一个很难得的事。
梦想穿过了细雨，放任不下的蝉翼，爱情是一本游记，我会在书本的另一看，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。我选的那首是 FIR 的月牙湾，然后我选这首歌因为它是比较有中国风一点，跟我第二轮的歌会有一点点反差。就好听的下笔带着我们的记忆，我从半路看回去，这心关慢慢它问起，好的，那接下来我要宣布我们第二组的晋级情况。那么在第二组当中呢，进行表演的分别是香山小白、翁堡垒和杨家辉，他们之间有一个人可以直接晋级到下一轮，他就是2017美国大学生，下节更精彩。